个希望，可以启发到每一个迷失紧或者是忘记了问自己快不快乐的每一位观众，希望你们都可以快乐。完了吗？为了在这都市见家，为了下半生无牵挂，花光所有力和梦与现况总有偏差，但情梦最后也总要归家，安稳的快乐未算差，我只不过是还会害怕。See you.